好，我们把这个卡扣哦，它这边有个扣子，扣起来，这里也有，哦，两头扣起来，然后就可以这样拿出来一点哦。然后的话，这个银色的部分是朝这一头的，这样放下去，放下去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卡扣摁下去，哦，两头都给它摁紧，两头都给它摁紧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